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哥啊。今天我在老刘那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茶品啊，这个茶品呢，很多人也可能是不理解的。我等一下也喊了刘过来啊，给大家说一说，看这个是个怎样的茶品啊。来，这个茶品很独特啊，来，上面有一个方孔，哎，中间又是坑的，这个下面又是不是做塞子也塞不了？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全部是那个用面织起来的一个粗的一个很粗的东西啊！来，等一下我把老刘叫过来啊！老刘，老刘喂，来，耽误你两分钟，耽误你两分钟，那个跟你的粉丝说一下，这个草坪是个什么东西啦？快点来喽，快点来喽！我知道你忙不赢嘞，我知道你忙不赢啊，我也搞不懂啊，因为我现在在你这里发现一些古奇古怪的产品啊，它到底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，我都搞不懂了。你来看一下，你来看一下，快点来喽！大家欢迎一下啊，老刘看来了，老刘看来了，来，来，我知道你很忙，很每天很多粉丝在找你啊，所以我知道你很忙，所以呢，我看到你这个东西啊。但是耽误你几分钟啊，耽误你几分钟跟粉丝说一下。那谢大家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，也真的很忙啊。老刘来了，老刘来了，来老刘，你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我搞一半天看不懂。这个是啊，这个是一个竹子啊，铺那个棉丝竹成的一个和鱼的铺鱼的那个一个工具啊，就是河边你和你的鱼呢，那个大大小小的鱼呢。只要你放在那个水啊，或者也30公分、40公分的水，里面呢，里面放在那个鱼食啊，或者里面呢，那个或者那个小麦粉啊，或者其他什么菜脯啊、茶啊，那个菜用啊，菜用的那个铺边嘛，做的很多的啊。这是幼饵了，这是那个幼饵了，对，放在上面呢，所以你先放在上面，你要别盖住一些东西，或者或者一些石头。压一下了，放石头压一下嘞。等到1个小时之后啊，所以呢，你就放点在两边，你放上一下子放好几个嘛，放好几个嘞，你就过了1个小时，所以呢，你去等于半个小时去的时候呢，你就一下子要跑得很快，要往这里昏住，所以里面的鱼很多很多啊，很多了就先拿起来，当时就马可要拿起来，有时候搞一斤啊2斤都会有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由我们农村啊才有的，城市也是很少的。哦，这个是放在河底跟那个水里面去的啊。就捞鱼。啊，放点那个幼饵在里面，像那个。他自己就会进来。啊，进来以后啊，这个可能因为也搞大一点，因为比如那个大鱼进来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所以呢，你就放食在里面了，所以他要看到里面有很鲜味嘛。哦。一些多的时候，所以一下子能搞到1磅1斤左右。哦。那这个东西后面发展成了怎样的东西呢？这个是首先小的一种支付啊，到河里面去捕鱼的。对对，也是农村的一个农村。也是一种麻烦了，一种方法了，或者有些现在又不同了，现在要用那个。练的麻鱼机啊，或者那不能打嘞，现在不能电鱼嘞，现在国家禁鱼了嘞，那你学一学一下嘞，不能电了。那现在要不能去用那个麻鱼机啊，那个去电鱼啊，去斗鱼啊，只能用这个搞还是可以，用这个呢，因为小的呢，也许不会死嘛，因为你小那个小的不要就可以豁出去，那个大的就你可以把它对，还有保持那个法宝嘛。因为这生态平衡嘛，对吧？因为用那个斗鱼去斗的话呢，所以大大小小全部会都是一个那个电了，用那个里面麻鱼机去打了，麻鱼机去打了，所以大大小小也会打死。哦，对对对，老刘，你这个我知道了。假如你用电打的话，会影响那个生态平衡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用电去打了那个河里的那个大大小小的鱼啊，都全部死掉，对吧？所以像这个又滑吧，这个要很小的，哎，对对对，所以这大的或者有一寸的3公分以下的鱼呢。所以它那个小的嘴子啊，就不会进去的。它不会去吧？它也不。所以用这个搞呢，还是国家是允许的，政策也还允许的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吃掉大家也会先说一下啊。那个
对，这么不好看啊，修的不好看，但是这个是我们农村的一种土。这个里面空间也大不大了，看看空间也比较大了，有的那么厚啊，五六十公分还可以，做大一点七八十公分的都可以啊，可以做大一点啊，大小都可以做。你收了几个这个东西啊？这个我也收了七八个啊，收了七八个啊。这个东西大大小小可以嘞。这个也是一个民俗的，像一个民间的。这个要好多钱一个？这个要人家规矩的，一天能做两个嘞。现在150块钱、200块钱，相对来讲是80块至100块钱一个左右。啊、哦，还有成本呢？成本的事不。我们不说成本了，我们是100块钱一个，还是人家有些看那里的话嘞。所以现在我认为怎么着呢？因为有些这个。做生意给的啊，那你老爹我还是收了一些古旧古怪的东西啊，什么东西都有啊，我们妈妈的呢一定展示给大家好了，今天要这个视频要讲到这里啊，跟粉丝们说个再见了，今天要这个视频呢要讲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观看啊，拜拜。